让你忙到他吧。嗯，要会啊，这个是我心里非常激动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这边叫他，但是我这个追求别人的那个，那边那些男的又不能让我做一笔六千多块钱的。By the way， 我也跟你讲不下去了。没，人家有男的。不能一些女的，一般这种还是男的多吧。嗯，那个吧，先三天去。嗯，先困难了。你现在办的干啥呢？那么这么干嘛？是去搞这个呢？